这是第一个模式。慢一点。慢一点。手挡住了，姐姐。几个螺丝啊？八个螺丝。咱们看得到的螺丝都在抽的。这盒子八个呀，拆那么久。这太小了。电池还看不到，电池还要再还要拆掉四个螺丝呢，还在电路板下面。对啊。天哪！就是说拆这个就一个车就散架了。其实你要换电池也很麻烦，因为它要焊上去的。是，是他们要检验。嗯，对，电池。放过来。电池能拿下来吗？不能，这里有线能拿下来，但是拿下来装上去就是。好了，那你装好吧。哎，可以了吗？打好胶了。